不行，你买的煎饼啊？买了几个？不知道你吃不吃呢？我吃，你不是，你不知道吃不吃？你不知道先买再问我。我先买的，你不吃，我吃俩，我一个都吃不完。对啊，你哥哥，你为什么这么理智？对，这就是我们队长，独裁者，你知道吗？快，再给哥哥买。给鸡蛋里脊啊。我不像你，主要是让你自卑，你知道吗？那不会，就是昨天给你买了杯水，瞪了我一晚上。别人抢我什么都可以，唯独抢我吃的不行。不是，我说我让他给我买杯水，他说我欠你了，我要给你买。买了之后就一脸那个。我跟你，咱俩以后划清界限，好吧？以后我买完这个饼，你走你阳光道。行，没问题。我走。就此分家，从此兄弟分家。我跟你说，我就跟你分家，买完这个饼家了。行，你走你亏一了，我走我亏二了。你肯定。看你的样，哎呦，掉喽！看我的样。你知道吗？这都是概率学，你知道吗？一共就四本书，这样吗？对不对？就一共就四本书，你毕竟是一个当年，你知道吗？你说现在你男团太暴力，动不动打人，有文化有背景的队长实在是受不了这些。我要走。二代，我说哥哥，你以为呢？现在又要上班的路线，我们借小黄车走在无人的大街。完了，我是接不下去了。现在又是走在一个上课的路，谢谢在上课的时候，我哎呦，拜拜，我 Pinkray 了。